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，为了落实族语的推广，秋林乡公所规划办理南势阿美族语初级课程，课程时数20个小时，并且在嘉明村的活动中心办理，特别邀请到了新城乡的阿美族语推广人员陈美丽老师，以其专业规划课程的内容，采用自编教材以及族语宜乐园线上教材教学，内容充实且互动频繁，学员们都非常的专注在学习，教学的成效让大家有目共睹。Voice 阿美族人在秀林乡生根发展，有些语言文化传承必须去协助推广，借以延续以及保存秀林乡多元化的无形文化资产。秀林乡公所规划办理南势阿美族语初级课程，课程时数20小时，老师教学认真，以全母语指导，内容充实，互动频繁，学员们专注在学习，教学效能以及学习的成效让大家有目共睹。我们美丽老师好，没有问题啦，他是教哪一层哪一个层级哪一个族群他都有办法，他就是这么厉害的人啊。好，阿哥大老好，阿哥诺米亚在阿哥诺我哭花比巴萨达东哈呢我比你希望他们的好，阿哥你在给他好，我是说下一次好，如果乡公所还有办中级高级的好，我希望大家还是这么踊跃的参加了好。好，最后我还是在这边好，谢谢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还是谢谢乡公所哈，我是虽然我是提议的啦，但是乡公所在那个王乡长的这个领导之下，还有我们的海游科长的这个全力的这个配合哈，就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职员哦。很认真的把这个课程办起来了。这次课程结业人数有共计有8人，秀林乡齐勉在场学员们现在是多元族群文化共融的世代，首次办理阿美族语推广计划，以促进秀林乡阿美族群的语言以及文化传承发展，母语从家庭教育延伸到推广整个部落，秀林乡公所期盼能够照顾不同族群文化的需求，实现部落的和谐发展。记得中央学院了。